每日来到主的面前，共同经历神的恩典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哇哦，把荣耀归于神。参考经文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，并且高我们的，就是神。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节。我有一棵全年都放在客厅里的木质圣诞树，由于它是一棵由平面拼板组成的树，圣诞节过后它便成为我的智慧树。树的每一块拼板上面都放置了一个牌子，牌子上面会写一句箴言或眷语，例如像没听见那般纵情歌唱，像没人看见那般恣意起舞，像从未被伤害过那般倾心去爱，像天堂始于明天那般喜乐生活。我们要给人第二次机会，和今天我需要少些咖啡和多些耶稣。我最喜爱的椅子就摆在这棵树旁边，每当有人走进我家，他们通常都会留意到这棵树，并谈谈对它的看法。这几个牌子提醒我，要为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经历和我们的家庭欢喜、祷告或感恩。我感恩哥林多后书提醒我们神是谁。神在耶稣里赐予我们的爱，已肯定地成为他应许的印记了。神的阿们，但愿如此，就是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他。他已经确认我们是属他的，借着他的圣灵，他已经把丰盛的新生命赐给我们了。神是不会胡扯的，他说是就必定是是。今天就让这个想法成为令你由衷赞叹哇哦的想法吧。神正在成全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的工作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神，感谢你装备我们，好让我们能站立得稳，又感谢你在我们里面动工，好让你的荣耀被彰显。我们更为你令人叹服的应许感谢你。阿们。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。